其实我也没多差，我就是又来了一季的回锅鸭。哎，帮我看一下镜头。是，不要骗我，是不是变帅了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，觉得变帅了，公屏扣一；觉得像去年一样丑的找不到女朋友了，公屏扣二。谢谢大家。经过去年，你应该热度上来了，那么为什么还会觉得自己就是一种底层说唱？我其实热度这方面我已经看淡了。我也曾经也火过，因为各种原因吧。但是今年为什么又来呢？是因为去年比完赛以后那种感觉是 everybody 每个人无法理解的，每天以泪洗面，那早上起床了啊，都不用洗脸的，那眼泪打湿我的枕头，那感觉就比失恋还难受。从节目走完以后，一个人拎着包坐着高铁回到家里面，每天早上一起床的双眼就无神，是自己不好吗？是自己到底哪里有不足？就每天在反省。这种感觉就像你打游戏一样，你一直卡在黄金，你想上个白金，你就怎么打了个晋级赛就差那么一两把，每次都失误没打好，或者因为各种原因，这就是你一个心结。你也不是想去做什么，你就是想要证明属于我的那个段位我一定要拿到。如果今年在这个节目里依旧没有被邀请会怎么办？啊，不能说这个，我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，真的接受不了，我真的不能接受不了，真的接受不了，心里想到就难过，我又回忆起去年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那几段黑暗的时光了。眼泪打湿我的枕头。今年一年准备挺多的，反正首先第一就是沉下心来在音乐上面去做准备，然后最大的一方面就是多去社交，去 social。这年四个字，化敌为友。跟谁化敌为友？化敌为友啊，这个不是一定是有一个敌人在这，因为之前我给人的感觉确实不太讨喜，可能就是脸啊，就感觉别人一看我就好像就是他欠我点钱一样，那种跟人家打个招呼什么的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他不喜欢你这种第一个感觉就很吃亏，你看我不顺眼，我也看你不顺眼，之前就是这种感觉，所以现在一见面，首先这个微笑，发自内心的这种善良，还这种善意。啊，要展现给大家，展现给你。哎，比如说 Hi homie， 哎 bro 吃了吗？哎，没事。哎，跟人家一起喝喝酒啊，吃吃饭什么的，对吧？就是用心的去跟人家去相处，就是把曾经的那些第一感觉变得更好，也向镜头前面的每一个观众朋友们感受一下我今年的这种，有没有隔着屏幕感受到我这种阳光善良的这种像哥哥一样的感觉，就发散给你。我希望今年能在台上面展现最真实的自我，不是靠劈叉，也不是靠吵架，而是靠我自己的这一场演出，一场场的演出。